奔跑吧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白鹿。我是演员孙珍妮。我们今天是因为来到延吉嘛，然后也知道就是二位都很爱舞蹈，然后延吉咱就是有很你很爱舞蹈吗？我不爱。因为延吉呢也有自己特别有特色的舞蹈，然后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一位延吉当地的舞蹈老师，给二位一次小小的舞蹈挑战。来之前想到是这样的了吗？没有。今天对我的挑战太大。一整一天。先来来来来。我们有请老师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是顶水舞。首先是有备份吗？好，首先我们要学第一个动作，我们把顶罐往上顶，要感受一下。好，我们首先我给你们展示一遍今天要学的内容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开始学一下。怎么戴呀？哇，哎，还挺沉。这还挺重，这个沙包。好，上身要稳定啊，上身要稳定。自己放哈。对。这里面是。啊，这你吗 ？OK， 可以的。这么重？哦，不错。好，我们拉开啊，学第一个动作。走，往外一点。我鞋带是不是给我踩惨了？我鞋带是不是给我踩惨了？好，我是不是踩惨了我的鞋带？等一下，我鞋带是不是散了？这是哪一趴？我待机。这是哪一趴？哦，起不来了。好的，好，我们的第一个动作呢是擦水的动作，两个手掌朝上，用手腕要推动我们的擦。对，哦，手腕擦水，哎，弹水珠，好好，一起来一遍啊！准备六七走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一二三，二转一圈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一二三。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一二三，准备，先回手，对，好，一起来啊！那我们直接合着音乐完整的来一遍。二三二二，这么快，这么快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准备，先回手。这个舞蹈那个感觉还是比较容易的啊？什么？那接下来看一下朝鲜族的另一个传统舞蹈手鼓舞的展示。
意思，我还有用解释。不是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好的，那舞蹈接龙挑战现在开始。先学习朝鲜族传统舞蹈手鼓舞的基本动作，以手鼓舞动作开始，下一个人模仿上一个人的动作，并增加一个新的动作传递下去，一直叠加传递。当有人无法完整 copy 即淘汰，直到场上剩下一个人则游戏结束。你在祈祷吗？我为什么啊？是吧？我们在干什么？孙志尼。好好，一边去。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老师。